凝结时空，繁华如梦。遁去无踪，潜若大风。只爱月落沙海，故人还未来。爱与我今生主宰，生来谁落入苦海，流与海在横刀无爱，剑在纵千军袭来，问江山谁来主宰。刀锋斩不开一脉，七情还在容颜不改，谁来铸就了英才，剑指出苍生澎湃。天空暮色江中谁在操纵，血雨漫天几曲吹风笑看苍穹，风起云涌一字心中，万转恩怨烧胸，云破长空。你说他们两个人究竟谁会赢啊？当然是楚刑天，别以为刘云战胜了五大家族就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在大楚皇室面前五大家族不值一提。别担心，云大哥一定会赢的。刘云，给我好好教训他。公主，楚刑天要是输了可是丢的你大楚皇室的面子。这有什么，大不了本公主亲自下场把面子赢回来。听说你的天赋比你们大楚皇室的先祖楚行云还要优秀。别和我提那个人。三巨头征服真灵大陆时他根本不在。大楚皇室也是我外祖公东方天秀牵头。楚行云根本没有什么功劳，只是运气好得了一些虚名。我听说他济世救民德高望重，怎么在你口中变成了一个抢占军功的小人？那个抛弃了孤儿寡母不管不问的男人有什么资格让人尊敬？难怪你先祖叫楚行云，你叫楚行天，压了他一头，这在伦理上说可是大不敬了。大不敬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有什么资格管我大楚皇室的事？大楚皇室为人族在前线和妖族战斗，楚行云身为先祖又是射狼军的第一任元帅，你将他的功绩悉数撇去，我不认识他，但我替他不忿。就算是楚行云来了我也这样说。那我就替楚行云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忤逆孙子，找死！霸王拳法！竟然是帝天意的霸王拳法。他正是凭借一套霸王拳法成为了五大帝尊之首。死吧！别说你才刚突破到阴阳境，就算是涅槃境界也破不开我的霸王金体。那可不一定。怎么回事？我
的速度好慢。霸王拳法，独霸一方。太阳真火太消耗灵力了，必须慎用。没有人可以抵挡我的涅槃圣火。哎，什么？竟然一口气释放如此多的涅槃圣火？刘云一旦被正面击中，比赛必定结束了。你的剑没了，我看你怎么战胜我。万象齐驰，啥？阴阳九重天的楚刑天败给了刚突破到阴阳境界的刘云？谁说没有武器就胜不了你？一指就破了地天翼的霸王金体，这刘云简直妖孽呀！竟然将剑气凝聚在一指内，这刘云的剑道天赋比楚大哥还强。我楚刑天不能输，输魔了。我要得到第一，让炼丹师协会拥立我成为新的帝尊，谁都无法阻拦我。火焰之灵，这是涅槃境界才能领悟的招式。妹妹怎么办？五皇之下能让我动用这招，你还是第一个。盛宴灭云。不好，那是什么？竟然是十大真火之一的太阳真火。涅槃圣火竟然在避让，他体内必定藏着连涅槃圣火都恐惧的宝物。不可能，涅槃圣火融合了四大真火，你一个太阳真火怎么可能抵挡得住？要是楚行云来施展的话自然挡不住，可惜你不是他。青木学府考核结束，本次考核的第一是刘云。他竟然真的赢了，一百年来他是第一个击败大楚皇室夺冠的人。在之后的修炼中，刘云将获得整个炼丹师协会的帮助，迟早成就无上的帝尊之位。我是大楚皇室的太子，你敢伤我？那又如何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刘云等着你。我就知道云大哥一定会赢。刚才也不知道是谁担心的快哭了。姐姐打得不错，本公主赏你了。只要亮出来，整个乾坤大陆绝对没有人敢欺负你。公主，我自由身惯了，做不了你的门客。本公主送出的打赏概不收回，刘云，本公主一定会让你臣服的。陛下，没事吧？叶灵上将，只要你能帮我对付他，日后我当上大楚皇室的皇帝，一定会好好回报你的。你觉得我需要吗？提醒一句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得罪了我大楚皇室的人，还没有谁能活下来。果然，天蓝宗里的都是一群废物。我天蓝宗没有会有生命，只有站着死。不好，他有自尽。何必？他是老祖。伤我弟弟，辱我天蓝，不可饶恕。一个炼气期间还敢大放厥词，炼气瞬秒完成，这个穴道到底是何方神圣？